My Girl 的成员 UA 近期推出新作品回归乐坛，并登上了歌手炫美的网络节目。期间两人讨论了一些关于 UA 的新闻报道标题，其中一篇报道的标题是脸蛋比手机还小的 UA。 为了验证这是不是事实，节目组准备了不同大小的盘子、杯子以及手机。炫美接着使用了这些道具和 UA 的脸进行了对比，结果 UA 的脸真的可以完全被这些物品遮挡，证明了新闻报道并没有夸大。不过 UA 坦言因为脸太小，自己总是买不到适合的帽子，必须使用夹子固定才不会跑掉，而且在录音室使用耳机时，就算调整到最紧的状态，自己还是必须用手扶着耳机，要不然稍微动一下耳机就会掉下来。虽然 UA 似乎面对不少烦恼，但拥有这么小的脸蛋还是很让人羡慕呢。